呀？我儿子？怎么拿你儿子啊？这变化太大了，哎，一瞅就可年轻了，体格也老好了。哎呀，你干啥？你老了？不是咋的？没劲，腿过来。你有病啊！我儿子才十八。对对对，十八他太好了啊！你这么想啊？啊，这么想啊？那女大三她抱金砖，哎，你这是大三，大三又大三。包了三块金砖呢，以后家里苦苦金砖。你俩老婆，你俩跟他不可能。对对对，这是怎么不可能呢？不是你想咱俩什么关系？咱俩闺蜜呀、啊，闺蜜俩从小就好。嗯，就是我和他的事儿，你就是成了，我管我叫啥？儿媳妇儿。哎呀妈呀！哎，你俩没白说完，你俩亲上加亲。以后这项链是夸夸的，我们俩。哎呀，行了，他俩别说了，话说到这儿了，带走，直接带走。哎呀，还是你好，不是怎么就直接带走？啊。